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最近的天气啊特别的好，我呢拍摄了不少很美的日落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呢，我经常会遇见画面当中的光线不平衡的问题，天空的部分过亮，而地面呢相对来讲比较暗，就算是光线比较柔和的日落也是一样，甚至遇到画面当中左右的光线都不平衡的问题。在遇到这类的拍摄问题时呢，我会使用渐变滤镜来平衡光线，但是如果没有滤镜呢，或者也根本就没有打算购买滤镜，在后期软件当中能不能有同样的工具让我们实现同样的效果呢？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下在 Lightroom 当中的渐变滤镜工具，看看它和使用滤镜拍出来的照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张照片呢，分别是我使用滤镜和没有使用滤镜拍摄的两张照片。从原片当中呢，可以看到当时的光线呢是来自于照片的左上角，导致右边的建筑呢和水面都比较暗。而使用渐变滤镜拍摄这张照片当中呢，天空和水面的部分光线比较均匀，特别是啊天空的左边被压暗之后呢，让整个天空看上去过渡比较自然。原来比较暗的水面呢，也因为我压暗了天空之后呢，提高了它的曝光度。那接下来我就试试看，把第一张没有使用滤镜的照片调得和后面一张更为接近。在 Lightroom 的软件右侧呢，选择工具栏当中的添加渐变滤镜工具。由于是电子滤镜呢，它的优势是我可以选择任何的方向，任何的位置。在添加完滤镜之后呢，在右侧的蒙版界面当中呢，可以自定义滤镜的效果，它可以设置白平衡，还可以设置它的曝光度。这里呢，我想要它的曝光降低一些，但是它影响到了六侧，所以呢，我把它再旋转一下，让它只影响画面左侧，特别是左上角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有渐变滤镜和没有渐变滤镜的区别，区别还是挺大的。高光的部分呢被压低了非常非常的多。在设置渐变滤镜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技巧，拉动滤镜范围越大，它呢渐变的过渡呢就会越软化。如果我把它的范围变得很小，那么它的过渡呢就会变得更生硬。在边界不明显的时候呢，我建议使用这种过度比较大的，比如我这张就是在这种海滩或者是有明显地平线的案例当中使用过度比较小的硬渐变。除了模拟滤镜效果，渐变滤镜工具呢还可以对所覆盖的范围进行非常个性化的选择，这也是 Lightroom 渐变滤镜当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滤镜蒙版的范围呢主要是分为两种，颜色蒙版和明亮度蒙版。明亮度范围蒙版就比较适合于这张照片当中光比比较大的拍摄场景，例如照片当中天空呢特别的亮，而建筑都处于阴影当中。在这里呢，使用明亮度范围可以很容易的选择天空部分或者是建筑部分，比如在这里我想选择建筑部分，可以勾选显示明亮度蒙版，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渐变蒙版影响了哪个范围。红色的部分是受影响的，而白色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在这张照片当中呢，我想要让我所有的建筑受渐变滤镜的影响，而天空不受影响，那我就把亮部分排除掉。这一侧的云受到影响是因为它是选择了明暗度嘛，这片云也是在暗的部分，所以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这个我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这个部分也确实有一点欠曝，我们可以把它的曝光度提升。那水面的部分和有滤镜的这张照片相比呢，还是有点太暗了，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渐变滤镜只影响水面的部分，
提高它的曝光度，这样就和有滤镜的这张照片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颜色范围蒙版适用于光线比较一致，但是呢有明显的颜色区分的场景，比如这张海边的照片，天空跟海岛之间没有明显的明暗度差别，但是在颜色上呢，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天空和地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通过一个渐变滤镜，选择颜色，点击滴管，选择天空的蓝色，这样这个渐变滤镜呢，就只影响天空蓝色的部分。Lightroom 的渐变滤镜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平衡光线的工具。通过不同的蒙版，它可以帮我们快速的选择想要调整的区域。这可比啊一块小小的滤镜强大多了。但这也不代表滤镜不值得购买，因为在前期的拍摄当中呢，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照片接近于完美。这样呢，在后期修图的时候才能让照片有更多的可能性。还记得最早啊，我还是用摇黑卡的方式拍摄日落，之后呢就买了渐变滤镜。到了2017年， Adobe Lightroom 才推出了范围蒙版的功能。这足以证明科技改变工作方式。有了这些工具和软件，让摄影师的前期和后期都变得越来越简单，想要的效果呢也越来越容易实现。剩下的呢，就是坚持不懈的拍摄了。如果你对插片式滤镜很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因为我有整整一套的滤镜，可以聊一聊我的剁手经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我是 ID，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